我讲哦，咱啊较早通缉的时阵吼，诶，你的所在拢是你吼很熟悉的环境，你知无？嗯。因为我细汉吼，我细汉就是咧南港吼，迄个山区半山腰，离遐大汉的嘛，因为我甲外妈做伙嘛。啊，咱通缉的时阵哦，我回去的时阵哦，我来甲阮阿妈讲，阮外公死了吼，迄间藏炸药迄间的锁匙伫阮阿妈遐。啊，我通缉的时候，我就甲回去甲阮阿妈讲，我讲阿妈，啊，我即摆来通缉吼，啊，你遐吼，迄个。炸药藏炸药遐，互我住呢。较早阿公伊遐咧顾安尼，阮阿妈讲啊，卖啦，人家拢藏炸药，你去投案啦，你去投案啦。啊，你著知吼，我咧讲啦，妈一定是听孙的啦。你敢拢甲讲吼，伊到尾啊心软讲，好，无你去住安尼啦吼。啊，去迄小山丘迄个平台嘛，啊平台较早阮阿公就接山泉水嘛，啊较早遐拢有种一寡菜安尼。遐有三条路，一条路落去吼是挖溪啊。一条路落去吼，是我李长伯的干妈店；一条路就是为同意阮阿妈因兜去。啊，迄阵吼，阮阿公有饲只狗嘛。啊，迄阵哦，我就甲迄只狗吼，带伊啊，甲我做伴咧。嘿吼，家己点样无物件通我食吼，有时啊拢是爱靠阿妈来救济，你知哦？靠阿妈提物件来啦。你哪会食甲老？你可会爬去山顶？你看卖。啊无啊，就是家野人。啊无啊，就爱听孙啊，伊听孙啊。你要自己去打猎啊。对啊，啊打猎吼，我来讲。诶，打猎，我拢吼在去掠伊，家己种菜，种一寡空心菜啦、菠菜啦，哦，啊，有时啊，阮阿嬷伊，我头下讲起，伊有时啊摕米来嘛，嗯，啊，走溪仔边要食鱼啊吼，走溪仔边用较早芦藤，你知无？一种树根叫做芦藤，芦藤吼，你讲吼，踮咧遐甲剁剁的吼，芦藤的汁流落去吼，嘿，鱼啊吼，我咧讲水翻肚。啊、你知道啊，中毒啊嘛！你搁敢吃？哎，我见，哎，对，阮较早囡仔拢用芦藤咧投鱼的啊，啊，就摕来，就拢。好啦，我现在相信你是半个野人了，可以自己抓鱼、种菜。啊，那要洗身躯就走溪仔边洗身躯嘛。啊，什么故事啊？你若要食啥物件吼？要食啥物件吼？就走李长伯阿娘去。干妈店。干妈店。迄阵唔知啦，是讲暗时一工暗时时阵，狗那一直吠，你知无？嗯。狗那一直吠啊！我咧迄阵我就地觉着，我讲啊，是毋是？有警察来啊？是安怎？迄阵我怎啊紧出来咧？出来怎啊？我怎按着吼，迄个水源路有无吼？山顶吼，较早阮阿公接水，山泉水接水，迄条山路一直起起，你知？起起的时候，起到面顶的时候，哎，死人嘞无路，啊无路要怎？啊，结果爬上来啊，佮走外紧的，紧用，敢那用练的，用咩练上来嘞？练上来时，我就紧入去迄间厝内底，我就甲锁起来，锁起来，正经是警察来，正经警察来。警察来的时阵咯，就教我点样心里喊话就对啦。我边来，你警察，啊，保证你无代志就对。但你遐毋是啥物案件啦，对无？是毋是？啊，关几年啊？你又搁转来，搁一条英雄啊，对无？我讲哦，袂见，你吼，卖甲我顺。我甲因咧甲讲哦，卖甲我顺。啊，伊从阮阿嬷知影，你知无？伊听着，你知无？伊知影消息的时阵，我手电仔举咧咯，就一行。啊！你点么甲你苦劝讲？啊，人个警察来啊，无你就出投案安尼啦，吼！啊，反正阿妈会去，逐礼拜去甲你看呢啦。啊，你我讲老大人哦，你遐咧拜托啊，你知无？啊，拜托的时阵哦，咱国安怎讲，咱嘛是阿妈饲大的，阿妈安怎讲，咱嘛是爱听。伊讲阿妈，伊讲一句话讲，你是爱我甲你跪啊，你面头前，你才要肯出投案是无？哦，无大阿妈安尼讲，你敢不当我跪？但是哦，我迄阵哦，出来时阵我。炸两支吼，磅子，就迄个咧做炭坑咧，迄个炸药啦。我放咧腰间，我就甲组长讲，我组长，我即摆先甲你讲哦，我即摆来投案哦。伊讲你无算投案哦，我是安怎无算投案？我行出来，我来无算投案。伊讲阮是来甲你掠的哦，你毋是算投案哦。好衰哦，你知吼？我讲好，啊，我第一我先甲你讲条件，你绝对袂当甲我做假笔录。组长，我咧讲哦，我来甲你转去哦，你绝对袂当甲我行哦。你若甲我行哦，我绝对我啥物我拢袂讲，伊讲袂啦，你三八啦，我家己斗阵的对无？我哪会甲你行？我好。什么时候跟他斗阵的？啊，人伊安尼讲啊，对无？家己斗阵的，我袂甲你行啦。啊，你迄哦，你迄磅子摕出来。一听就知道讲话不实在，完蛋。对不对？结果磅子哦，摕互伊，你知无？啊，我们带下山啊，手铐铐咧带下山啊，啊去到分局，甲要带你地下室，我就知影啊死啊。你今日你要坐，你嘛坐咧办公室遮，你要作弊咯？条件。哎对，结果我坐咧地下室，我去啊。我讲哎，啊手铐唔着我放啊。手铐见面咧，比你小组见面形象落来断落去啊，你知啊？见面形象落来断落。啊，组长拍拍的组长讲，搁咪啊？
个味啊，真牛味哦，味半年外，好难嘞，等半年外，等无人啊嘞，原来就味个山顶。